那听到啦，先知识先有啦，那应该咱讲的话，或者是呢，伊无心的一句话，咱呢用真心、道心来吸收啦，这嘛是伫咧甲咱教育啊。三人行必有五师焉呐，正面的教育，或者是反面的教育，无不都是教育。只爱咱用什么心嘛，用道心呢？句句是道吼啊，无有讲人会伤害咱呢，是甲咱铺一条路，咱来感恩呐。有时阵。无心的讲话啊，有心去甲伊接受，是虾米心呢？烦恼心啊，无明的心，妄念的心呢？人一句的无心的话啊，咱都甲藏伫心呢，伫咧做烦恼。啊，咱若用道心呐、啊，真心啊，咱呢？就是一句真有意要伤害，咱甲变成了呢？把我们铺一条的菩萨道，我们也是要感恩，看我们日常用什么方式来面对呢？在这个群友，在众生的范围。